帮父母洗脚啊？不知道哦。我先跟各位分享哦，其实哦，提倡啊帮父母洗脚啊，不是只有我们佛教、基督教，还有一些其他宗教，也都会用以孝为先、以孝为经典的一个典故，来跟大家讲说，有孝有什么种功德，有孝有什么种福报，你们一定要记得。当你们的第一个哭声听到的是谁？妈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妈妈？第一次逗你们笑的是谁？妈妈。那你们今天帮他们洗脚应不应该？应该。应该嘛，哦，对不对？都很应该。但是你注意看哦，妈妈第一次帮你们洗脚洗澡的时候，那一种手有多轻？你们等一下就要怎么样去帮他洗，知道吗？但是不能赶妈妈搔痒。我上次有主持过赶妈妈搔痒，妈妈一点钱，明明就刚动一点钱。你们用轻轻柔柔的方式去帮妈妈按摩她的脚，然后呢去感受，然后要跟妈妈说辛苦。哦，要跟妈妈说辛苦了，然后呢，你们呢就帮妈妈轻轻的洗按摩，从上面慢慢按摩到脚底板，这样子帮他们按慢的按摩，慢慢的去感受小孩哦在帮妈妈洗脚的这一个小时候的那个感觉。妈妈是这样这么投入白色哦，真的又不专业，是哈、哦，你们呢？用力一点没关系。妈妈，不舒服了。哦，不舒服，哪里要加强？哪里要加强？啊？哪里要加强？你们就慢慢洗，帮妈妈按一下脚底板啊，哦，脚踝啊，让妈妈可以放轻松。来，我们呢互相拥抱一分钟，感受彼此的心跳。对，很棒，棒不棒？泡芙啊，你刚懂了，嘻嘻。来，亲一个来，来，来，康乃馨交给妈妈，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。真的吗？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到场很贴心，然后村长也很贴心，准备了一些礼物。来，来，我们把那个红包的双手的奉给妈妈，那就跟妈妈说那个母亲节快乐。来 ，OK， 好吧，谢谢你们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祝我生日快乐！掌声鼓励。然后我们邀请我们的张德法师，还有我们园区的大家长，我们的严师傅来，我们一起来切蛋糕。谢谢。